才子周杰伦为宣传个人第二部电影作品《天台爱情》马不停蹄，在休息间隙，周董也不忘抓紧时间放松身体。今日刘畊宏发布了一张好友周杰伦接受按摩的照片，照片中周董身穿黑色背心，露出结实肩膀，身后的好友则十分用心地为他捏着肩膀，这一幕引来了刘畊宏的调侃，这按摩师是想吃豆腐还是真的想服务周导啊？对此粉丝们嫉妒不已，纷纷评论道，快放开那个男孩，放着我来。远方传来风